以爱之名为他而战。25年前，我带着11个月大的女儿离家出走，我成为一个单亲妈妈。25年后，我遇到我的男朋友，我的女儿不同意。我想打开我女儿的心结，我想有个美满的结局。大家好，我呢来自辽宁锦州。我57岁了，我叫徐文香。您这次来我们为他而战这个节目是为谁而来呀？为我女儿而战。怎么说呢？因为让她接受我那个男朋友。还有呢？梦影基金，给我们找个传家宝。让女儿接受您的男朋友。那其实弦外之音就是女儿不太支持喽，因为吧，我女儿有25年的心结打不开。啊？嗯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她和她爸爸分开25年了，没有见过面。女儿不太支持您的男朋友，怎么又扯出她跟她爸爸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呢，那个。我的男朋友啊，就是他的亲生父亲。这什么情况啊？小时候吧，他爸喝大酒抽烟，天天打我们娘俩，骂我们娘俩，怀上了这11个月，